势力集结各大协会联合掩盖事实，在这里发起不自杀声明。看来我们这次真的红了，各位乡民，我们的努力是值得的。那首先我要在这里发起不自杀声明，如果哪天没有更新了，就代表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他就算杀了一个我，还有千千万万个我。我就想问你，我的资料也来自各大投诉，如果没人投诉你们，我根本没法做。你说我跟你要钱，还一年比一年多。你现在以为你六大协会围攻我，光明顶我就会屈服吗？我的第一支影片在2020年，我很想听什么叫一年比一年贵。不要瞎掰好吗？我的资料都取自于投诉的受害者，甚至新闻稿。如果你觉得是抹黑，在我之前的这些人早就被你们这些牛鬼蛇神告死了。现在所有人集合起来发了一篇声明稿，说你们被勒索，但是有钱人却没有变多。干爹们，我们勒索的钱到底去哪了？老爸，老爸，我们去哪里呀？我觉得再过段时间可能就会有人放出跟我们的对话记录。各位医师们，比起我你们厉害多了，我还要有资料才有办法公开你们的罪状，你们都可以凭空捏造。我也是挺无奈的，你现在找了一堆人发了一篇声明稿，现在是人多比较大声吗？真的都被你说成假的？必须得走下去啊！在这里我们也不会屈服的。